議員，各位香港市民，立法會是香港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，有權有責，因此特區政府一直十分重視行政立法關係。香港的政治、經濟和民生議題都需要由政府和立法會共同處理。近年立法會部分議員的一些行為，包括在審議撥款條例草案時，黃毓民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。黃毓民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。立即離開會議廳。立即離開。近年立法會部分議員的一些行為，包括在審議撥款條例草案時，名義拉布、